黄昏市场，内部的黄昏市场，发现了一个摊子，很特别，就是有外国人在卖的，叫做什么？哦，全麦风味手工卷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？来看一下。小的吗？这好像是在千禧公园看到的。大的，洋葱要不要？可以可以。我要加点辣。牛肉烤饼。好特别，在内埔的市场可以看到外国人在这边卖东西，是车水马龙。